哈佛 M6 将于7月正式上市，搭载 1.5T 发动机。日前，哈佛汽车宣布旗下全新紧凑型 SUV 哈佛 M6 将于7月正式上市，新车定位于入门级家用 SUV，采用全新造型设计，并与老款的 H6 相同的 1.5T 发动机，最大功率为150马力。外观方面，哈佛 M6 前脸大尺寸六边形进气格栅，并且边缘由镀铬饰条点缀，配以两侧全新设计的三角大灯。此外，前保险杠棱角分明，两侧采用了类似于散热通风口设计，并内部嵌入 LED 日间行车灯，配以银色前唇，凸显运动气息。哈佛 M6 车顶采用悬浮式设计，地柱部分采用了熏黑处理，通过镀铬饰条装饰，让车尾更加动感。而新车尾部造型大气，两侧不规则的尾灯中间由饰条连接一起，整体拉伸横向宽度。此外，哈佛 M6 的保险杠嵌入了四颗雷达探头，底部黑色保护板，单出镀铬尾台。内饰部分，哈佛 M6 中控台采用了大面积银色装饰包裹，上半部为横置的空调出风口，且出风口面积较大，下方配备一块大尺寸多媒体触控屏，屏幕下方的空调控制旋钮划分清晰，操作便捷。